할 말이 많은데 정리가 잘 안 돼 도와주고 SOS 不，你一定要讲，真的，时间不多了，快讲，他到底怎么不冷？那个住我们俩的房间，他在他的床上，对啊，我在我的床上，是，我们那个床其实距离不是很大，对。然后我一说，我问他你在干什么？对啊，我说跳星星呗，说跳，哥哥很无聊。然后有时候他问我，涛某位，你涛你在干嘛？对，我说哦，星星没有，能不星星没有，很无聊，非常无聊。对啊。然后他有时候我们俩会互相跑到他。床上的一个床抱抱在一起，就是也不用就别想得太那个，就是就你知道我就是你知道我，因为就做主持人的思维会快一点，然后就会想到一些画面，然后是他的床多一些还是你的床多一些？旁边的人已经开始不是不是他听不懂了，没关系，那一个星期应该有十次左右的，那没有，一个月一两次，每个月都会有那么一两次。我能用弹吉他和弹钢琴。你是小时候就开始学吗？不是，就是自己后来突然
突然特别想学完了。有人是饿了吗？没关系，前面的吃的都一直愿吃，我知道你们看他们已久。谢谢。累，那